今日关心风台相关的新闻，米雷风台快速通过东部外海，台东地区早起风雨已经变势了。当日开花授粉的台东的石刻，这个是真幸运，无去受到破坏。农民一早起就紧赶紧登去果园来整理果树，也毋过海面上嘛是各有动静。目前台东县政府也未解除海岸的警报，暂时海岸阁封锁的。台东海岸的风景已经慢慢变势，河川的水位变化也无明显。美丽风台无替台东带来灾害，也毋过海边随时拢有大浪，所以台东县政府也是将海岸列为警戒区，并将暂时不予整理海事活动。因为已经无风无雨，如果是拜六休假，台东县的户外活动陆续会恢复正常。台东大学学生的创水训练课程也照常伫咧台东市淡水河进行训练。台东县这边无直接被受到美丽风台的侵蚀，将会伫咧八九月份带出的台东石刻，正都是开花授粉期，所以伫咧果子树上需要照顾的时阵，平安地躲避这边的风雨。农民一早起就前往果子园整理果子树，准备天气较好时阵要进行授粉。雨跟风是像昨天风比较大，比较担心啦。啊，如果说像今天下雨还没有关系哦，只要不起风，哦，那起风的话就是会露凶。虽然美丽风台已经离开东部，但若每拄到风台时阵，东部地区就会发生焚风。气象局也特别提醒东部的民众要注意焚风所带来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